现在呢，我们要去看鱼缸。哇哦，这鱼好帅啊！哇，那是鲨鱼吗？上手，不要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不然去潜水？可以啊，鱼踢球嘛，也行啊。要不然我们去做 SPA， 海钓、深海潜水，不停体验驾驶。真的觉得啊，找一个夜市，人不多的那种。夜市没有人的时候，是不是？现在碰到猴子啊？对，猴子，你没看到？我只碰到了小猫。都是糊的呀，都是糊的。